健康要内外双管齐下，吃要吃的健康，同时呢自己要多运动。专家说呢，常常到森林里面去走一走，铁定有帮助的。其实这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但是呢是第一次有这个研究了三年多的这整个的整理研究呢，证实了说呢，芬多精里面的柠檬烯还有芳樟醇呢，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帮助的，可以替大家解开焦虑啊、止痛和这个抗忧郁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常常去森林里面走一走了，尤其现在景气不好，压力大，要学会怎么样放松自己。休息一会，更多消息马上回来。